Hello，大家好。那最近大家应该有发现，蛮多关注的会师可能跑到了蓝天。那最近刚好发现有一张图，其他图都亮亮的，看起来亮亮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有一张图，它看起来特别暗。那我不管怎么样重新上传、重新存，它都会变这么暗。那后来我跟朋友讨论了一下，他有帮我抓到一个重点，其实就是我的色彩描述档的设定造成的这个问题。那后来我测试了，也确实是色彩描述档。那我来把状况再重新的做一遍啊。像这张图是正常的，我这张图，像这张图在这上面是正常的，背景是白色的嘛。我到色彩设定档这边，把它改成 BenQ 的这个。接着我们到档案，正常的写出。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显示颜色就是我们刚才选的那个。我们到这边新贴文，把刚才应该是正常这张答案放上来，就会发现它是灰色的。所以我们把状况重现了一次，所以确定这个不是随机的问题，而是很明确的有地方可以去设定它，让它正常。好，那既然我们都知道状况是什么了，那我们到检视的色彩设定档，色彩设定预览。这边呢，去把它改成我们常用的 sRGB 和 Adobe RGB 或者是 Apple RGB 这些常用的。那这边就看你习惯用的是哪一个。那我是习惯 sRGB，你基本上预设应该也是 sRGB 啦。你就会发现这个嵌入档这边就显示 sRGB。那再上传一次，它就是怎么看都是正常的，就跟刚才那灰灰的差很多。那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到这边去改，因为如果有一张你忘记怎么办？那像我其他没问题的答案，我们打开这个色彩描述档的时候，它其实显示的是 sRGB 哦，所以就变得很奇怪说，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它会被改成 BenQ 那个。所以我们来解决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到档案环境设定，找到颜色转换 RGB 设定档。把这个改成你常用的那个，像我就把它改成 sRGB。那接下来就是比较烦的，就是你的旧的档案，如果再开的话，记得把它改成 sRGB。然后我们到档案这边输出，你就会看到它这边是显示 sRGB。那我们来做一个测试，因为我现在的色彩转换是 sRGB，那我到检视这边故意的去更改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写出的它会是给什么？它会给的是这个。所以我建议是这样子，我们这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问题。真的很担心的话，我会建议我们就使用平面化影像输出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再看就会比较知道说它到底有没有被改到。因为我以前在用 Painter 的时候是有发生过，那个 Painter 输出的都会像这样照一层灰色，找了很多资料，然后都没有发现有人跟我有一样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，我只知道说不同软体存出来的图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而已。那今天就单知道说可能是我们的色彩描述档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那当然了，你的色彩描述档其实虽然说这几个都是 RGB 存出来的颜色都很漂亮，其实都还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比对一下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